更凶残，两只大约才两个月大的小猫咪被五马分尸丢弃在一栋大楼的楼梯口。到底是谁下了毒手把猫咪分尸？两只才两个月大的幼猫，一只是黑色，一只是虎斑，被民众发现沉尸在民生东路二段松江路口一栋大楼楼梯间。发现的民众以为猫咪出车祸，想要带回去救治，仔细一看，猫咪竟然惨遭断头断脚，看了实在触目惊心。两只是小幼猫，年纪约大概两个月以内，而且重点是他们都是全部是被分尸的，是活体被分尸，而且这些手段非常凶残。其中有一只是比较惨的是，它是头部、脚还有尾巴，整个是惨遭五马分尸。接获民众报案的赵生会把猫咪遗体带回莺歌，暂时冰存，同时要通报台北市动物卫生检验所，并且调阅监视器画面，看看能不能尽快逮到虐杀猫咪的凶手。您的新闻黄淑芬，台北报道。